Star News 7月22日消息，记者赵进杰驻韩媒报道。三星电子目前和欧洲一家加密货币支付平台 Corpay 达成合作，未来将在部分国家的三星专卖店内支持加密数字货币付款。据悉，双方第一阶段的合作，三星计划首先在爱沙尼亚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三国四座城市的三星专卖店接受加密货币付款。数字货币的种类包括了 BTC、ETH、ZEP、Limitic、Dash、NEM 和 Steam。三星也并非第一家如此做的公司。此前，微软、肯德基、Steam 等都支持过比特币等支付手段。完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